用这个麦克风哈，记得哈，在直播之前呢，先停掉，然后这里打开，插进去，这里打开，绿灯对绿灯，它会有一个对频动作，很亮，这样才可以开始，这样叫静音，好，适合一麦克风，这样叫静音。好，那我们先测试一下直播哈，测试一下直播。然后我们测试这个直播呢，重点就是。声音要确认有没有进去这件事情，好，好，我们开直播，然后呢，先指线本人，然后呢，开始直播。那要确定有没有声音进去呢？我们这边扣一下，按静音扣，这里就没有声音了。各位看一下，这里完全没有声音。按一下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那么。这代表就是我们声音确定有进去，那么如果你没有声音的话，你就是关、开、关、开，好，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，这里最好再接个耳机，好，监听一下声音，好，那如果真这个状态下呢，绿灯这个声音表都有了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直播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好，那我们开始直播。已经播出去，好，现在正在播。好，那播出去呢，我们就来进行确认。那么你就拿另外一只自己的账号的手机，哈，来进行确认。好，就在这里了。好 ，one 吃 one 吃，嘿嘿 ，one 吃 one 吃 one 吃 one 吃。确定有了哈，我们这样打确定有进去，那么这样就确定声音没有问题。好，谢谢。